预估机器人呢，它是一个软件和硬件、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一个项目啊。潜在的呢，有很多应用上的可能性啊，比如一种呢，它是可以陪着我们的冰壶的爱好者一起去打冰壶，还可以呢陪着我们的冰壶的职业运动员进行训练。上面的摄像头呢可以监控我们的运动员打冰壶的它的速度啊、力量啊等等，对运动员呢打球呢会提供打冰壶会提供一些指导性的建议。